可能打错字，你看得懂就可以了。一定是那个手机。看起来是有点多人。后方哦，我们要依序排，跟下来。看起来是。啊，选择入店人数你要两人。我帮你拍手。我帮你拍手。什么鬼啦，你一定是觉得自己等的不够久。你有什么问题？他太慢了、啊。他到底哪一个才是？最后你最后一张那一张啊？什么鬼？那你把他混起来。